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周瑜。甘雨这个池子已经开了，你们都抽了吗？甘雨这个角色从第一次和玩家见面到卡池正式开放，人气是非常相当很夸张的高啊，目前已经让原神14国登顶了。这就是老蛇皮的力量吗？而大家的七七椰奶的梗也被官方用了。我们先来聊聊甘雨的人设。从人设上来说，甘雨并不能讨好所有人。严格来说，甘雨是原神到现在最媚宅的角色，甚至不少人对甘雨很反感。勤不勤劳，加不加班另说啊，甘雨的人设就是软萌，从里到外就透露出了软萌一推倒的气质。然而这么容易害羞且不善与人相处的甘雨，在穿着上却如此的离谱。七七喝椰奶的剧情引导，官方明摆着让玩家把它叫做椰阳。网络上大量的过度玩梗和色图满天飞，甘雨都快成了一个泄欲角色了。这也让很多玩家，特别是女性玩家造成了反感。很多人觉得原神的角色做得好，因为丰满立体，而且总能找到亮点和共鸣点。就拿同样色气的角色来说好了，特勤的雷厉风行，凡事只靠自己；莫娜的傲娇可人，对占星术的钻研和信仰；灵光的富贵御姐范，高傲却能舍己顾全大局；小艾米的中二，大幻梦森罗万象狂气断罪言。而到了甘雨，陪我一起加班吗？瞬间爆炸，加班我加个勾吧，社畜血压直接拉满。当然就角色设计来说，好看是真的好看，辟邪剑法加辟邪剑法，双辟合璧，天下第一啊。顺便说下甘雨这个语音啊，帝君对不起，玩起来总有种那啥的感觉。那我们来看看甘雨的天赋，普攻平平无奇，甚至倍率比安师傅还低，就有点离谱。然而蓄力攻击就是甘雨的灵魂，超高的蓄力攻击倍率也让甘雨成了原神里的百里守约，E就是莫娜的改装版，同时也有后撤步和范围嘲讽。 Q 是召唤一个闪亮的灯球，这像闪耀的灯球，倍率还可以区域内的敌人挂冰，还有个天赋是大招范围内队伍冰伤加成。还有个很重要的是，这个在射击后五秒内提供20%暴击率的天赋，配上甘雨突破加的暴击伤害，等于甘雨自带20暴击率和38.4的爆伤。所以就是说，甘雨就算全身裸体，什么装备都不穿，在90级的时候，也有25%的暴击率和88.4的爆伤，就离谱，相当于自带了一把精武天空弓的双爆词条。而蓄力攻击两段完美吃到痛苦弓特效，简直就是为痛苦弓量身定制的天赋啊！这波也是被吹上了天。所有玩家都喜欢吹甘雨，而我不一样了，我喜欢让甘雨吹。说到这个命之座的建议啊，个人建议一或者六，两命可以完美服务于六命的两发瞬狙，四命提供了一伤，但性价比来说不是很高。我个人认为零命就能玩，有一命减抗那更好。六命的甘雨则解锁完整的腹肌能力，克老可以直接拉满 ，OK 的。关于甘雨的冰四件套的契合程度，让我来算一下。天赋有20%暴击率，冰四件套给最多40%暴击率，双冰 buff 再给15暴击率，加上人物自带的5暴击率等于80暴击率，圣遗物副词条随便再来点，吃药或者深渊 buff 随便加一下就满暴击了，所以圣遗物的选择就解放了暴击率，可以堆更多的攻击力和爆伤，舒服的飞起。只是现在这个冰套的掉率，我严重怀疑是不是暗改了，堪比活本一样的阴间，怎么回事？那关于武器、圣遗物、天赋升级的选择嘛，考虑到甘雨的两种玩法，狙击流和技能流，狙击流首选痛苦弓，也就是阿莫斯之弓，匹配度 max， 和老莫一样的主副词条，90级608攻击力加49.6%的攻击力，痛苦弓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。第八米优社终于开始了痛苦弓和天空之翼的对比，痛苦弓都快成为最强武器了，所以这个武器池子也就变成了天空之傲 up 池，懂得自然懂啊。而此前有痛苦弓的玩家瞬间从痛苦变成了快乐，天空弓狙击流也能用，只是伤害比痛苦弓低一些，四星选择是做弓就挺好，其他的就不做推荐了。甘雨还是比较吃武器的，当然如果独狼追求极限伤害的话，可以选择流浪乐团四件套，提升蓄力攻击的伤害。大佬们已经测试了极限伤害了，目前来看是痛苦弓加流浪乐团四件套伤害更高，缺点是流浪乐团产出不稳定且比较难毕业，和冰套比暴击率词条压力要大不少，而且并不是所有怪物都有弱点的，所以用冰套也是 OK 的。具体看账号的圣遗物情况吧，天赋读 A 复 Q 即可，当 FPS 游戏玩其乐无穷。技能牛的甘雨、天空弓和阿莫斯都可以用，看个人喜好了，非要选的话，我觉得天空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四星武器可以选择绝弦、西风弓，既然是技能流，那配合绿帽子、莫娜、钩子、行秋等大团队配合，选择搭配冰四件套或者冰两件加宗室两件，想当纯辅助打也可以宗室四，但是浪费了甘雨的 C 位能力啊。甘雨加莫娜组成的莫甘娜组合，
甘雨家钟离的叙利无忧组合，甘雨家温迪的社爆他们组合，但我的选择是老蛇皮究竟无敌美少女组合。快乐就完事了，没有什么比养眼和开心更重要了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错误和补充的欢迎弹幕评论走一走。我是悠悠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